阿阳爸爸要的哈，哦，叫我现在买，哦，说什么坐垫很长哈，双载哦，我自己骑也方便，载女朋友也方便，我得把布嘞，对不对？你骑车你要载我，你要坐垫大，我骑车我要载马子，我要坐垫小，坐垫越小抱得越紧，对不对？你坐垫那么大，中间还可以夹一个包包啊，我载马子出去干嘛？带空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的坐垫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而且年轻人要买的第一台车，我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个 know how 是什么？不是电视上现在在做什么？哦，就是要骑这台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你爸爸阿颖这个你是老灰啊，我小飞，我是年轻人啊。我3年后我要骑的车，我要载马子，我就要起步，就哼姐哼姐哼姐这样子，他马子这样抱就信姐信姐信姐，这样子我骑起来那个车，我才爽啊！你现在老人家骑上那咕咕咕咕咕，这样子慢慢起步，你要省油，慢慢起步那车，我就叫哼哼哼，那女朋友叫哼哼哼，这样子那种车才是我要的车嘛。所以说，